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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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红灯定绿灯啊？原来薯片唔止对住红灯绿灯，仲有呢盏灯嘅阴功。最灯消息，薯片会上马，网民话薯片堪舆啊！今日留意到你打咗条绿色胎喎，系咪有啲意思嘅咧？系喎，呢轮问紧红灯绿灯嘛。薯片啱啱先话积极考虑选特首，小凤姐都未请得切出嚟。噩耗就嚟啦！一问佢系唔系选举委员会出咗嚟，第二日你就会辞职同埋参选。曾俊华冇否认到，其实等于承认咗。仲少，我系你又笑唔出啦！一齐回顾下灯神嘅往绩啊！预言山后两年内冇大型集会，点知有鱼蛋革命？预言英国留欧，点知脱欧？预言梁天琦赢得硬，点知集都入唔到？预言 Donald Trump 落选。今铺佢预言薯片上马，689多谢萧生。薯片堪舆，呢个系一个好非常之严肃嘅问题嚟嘅。唔止选特首啊，俾佢登住都系好严肃嘅问题嚟噶，财爷。